早上好啊姐妹们，美好的一天它又从啊南昌半粉开始了。今天也依旧是我呀姐妹们，我不说今天我有什么变化你们也看不出来吧。南昌半粉发六盒，我这煮了两盒。量还蛮大的，饭量大的估计姐妹两盒也就差不多了。我总觉得这种拌的粉儿吧它比就是我比如说螺蛳粉汤粉它饱腹感强，大概是因为没有汤的原因。它卷上都是花生米，咬下去嘎吱嘎吱的。拜拜，这个有点咸，我就不吃了，因为粉吃完了。